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乌托邦起源，OK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的1月1号，那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哦，OK，然后我好像拿到什么状态，这是什么状态啊？无敌哦，在无敌状态下，怪物和玩家不可以伤害你，但是会饿死，所以我现在在无敌啊，我现在没无敌，好，OK，然后我现在有点重，OK，然后在上一次嘛，上一次。我有去收集了一些银矿，然后还有银锭。那我们这次再来做东西哦，做东西把这个龙骨给放在这边。然后我有个疑问哦，就是各位，如果我开，比如说我现在是开和平模式嘛，如果开和平模式的话，还会被其他玩家攻击吗？请问一下，我还会被其他玩家攻击吗？如果我开和平模式的状态下的话？OK，那这个问题就是给各位，就等着各位去解答哦。那这个问题就是给各位去解答一下。如果我开 PVP，我开和平模式啊，开和平，还会被其他玩家攻击吗？如果会的话，我可能考虑要换别的服务器了。OK，把这些东西放在这边，然后因为我要来做东西了，我要来做东西，然后还有我的工作台使用。OK，然后现在好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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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熔炼，然后我看一下银锭在，我怎么把藏宝宝放进去？然后银矿，然后我还放个一个好一个就好。对，因为我等级到达25等，然后上次如果各位有发现，就是上次我有一些装备，我没有25等是不能做的。那25等的装备，我看一下这个是制作武器的啊，拿错，应该是这个。姐，这个的话，我要做成那个银质盔，然后我的银锭不够，要等它烧好，OK。然后我记得好像 我刚才破音了，靠背。你看，我记得可以用什么添加剂嘛？这个添加剂是一个好像活动送给我的，那我到时候再拿来强化一下好了。OK，银锭拿到了，然后我们来先制作一样东西，刚好我的装备也快坏的差不多了，那我来做个。要做盔甲比较好吗？是盔甲还是那个？我做头盔好。添加剂的话，我加这个进去。好，做做看哦。OK，然后我拿到史诗级头盔，我拿到史诗级头盔，好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史诗级头盔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在这里这个哦，负重加三803，然后最大哦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哦。好，我就装备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什么金阳钢，这个就可能，哦，好梗哦！我现在很梗，好吧。火炉，我看一下火堆在哪里。火堆放在这边。OK，有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的，还有，快点烧快一点好不好，大哥？话说我跨年的时候去吃还蛮多烤肉的。然后导致我现在肚子有点胀胀的 我现在肚子有点胀胀的 OK，烤南瓜也来制作。我应该不会被其他玩家攻击吧？因为有朋友跟我说他在玩的时候他被其他玩家攻击 收到邀请，我看一下哦，好像有几个人邀请我 OK，不过我暂时是不打算加入任何家园吧，我想要自己当个独行侠，到处探险这样子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熔炼，好没？哦，它可不可以烧快一点啊？再添加燃料，然后再加一个。我要来去一套全制的银装。OK，我去跨年晚会嘛，因为吹风啊，因为很冷，真的很冷。然后有吹风到，所以我现在鼻子有点流鼻水。当然还是希望呼吁各位嘛，出去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保暖，尤其就是冬天的时候嘛，冬天真要注意保暖，不然的话真的，我现在有点就鼻塞。然后我要不要重新制作一把剑？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我的剑，我身上的魔晶还够吗？魔晶好像蛮多的哦，我到时候再来。我身上还有其他添加剂，添加剂的话，这是什么月光石嘛，银质武器。然后这个哦，珊瑚石是让铁质武器变得更锋利嘛。然后月光石是让银质武器。OK，这样我了解了，月光石是银质武器。好，烧快一点啊！你这公主 有没有吓到啊？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的库库，制作库库，库库时间到，制作库库。好，添加剂我就没有别的，
神秘侠音，每次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不太妙哎。OK， 精良的银质库。OK， 我拿到一个精良的银质库，精良的银质库，你加最大食物加8，然后最大水分加11。OK， 防御这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哦。我原本这个防御加9而已，然后有加比较多。哦，有加比较多 ，OK。然后先，哦，我旁边有怪物 ，OK。然后我发现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像这样子砍。如果你要避免怪物打到你的话嘛，你就是要不断的走位。你要避免怪物打到你，就要不断的走位。拿到东西了，又他跑过来砍我哦。走位好像没有用耶，要避免怪物打到你的话，你就是要不断走位，不断进行走位，在打怪的时候进行走位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武器爆了 ，OK， 然后我饿了，吃东西，还有吗？哎、欸，还有，哎、欸，我的东西都捡完了吗 ？OK， 我武器爆了，刚好那把银剑我就要我，哦，这边刚好有小鬼跑出来 ，OK， 先吃东西。假名家，假名家，在冷的时候饿的会更快、欸。等一下，那些怪物应该不会过来打我吧？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OK， 20个银锭，那我们来做一下20个银锭，制作一下我的银字铠，好，试试看，来吧，制作。然后精良的银字铠 ，OK， 有。好，我们来穿看，这个是精良的。然后我现在身上这件是什么？钢制的。然后有，我还有加耐力耶。哇，好吧，装备。OK， 哦，我全身劲装。哼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制作这把银剑。银剑的话，我要增加添加剂，这个添加剂上去，这全部都加吗？哼。OK， 来试试看哦，看能不能来一把好银剑吧，来吧 ，Come on。来吧，一把好银剑。哦，精良的银剑，精良，看一下哦，有多精良，看一下，还是一样啊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我原本这把还比较好哎、欸，然后结果这把还比较好，你看，我原本已经坏掉，这把还比较好一点。靠腰，这个是怎样子？再整我就对了，好吧。然后这些裤子嘛。这个裤子干裤的话我就给它销毁啊，因为也用我这样有银装，我就不需要这些钢制的装备了，好，全部销毁，免得增加重量。然后我看一下这把剑的话嘛，我还是给它修理好了，这把至少加最大血分欸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先留着好了，然后把东西全部收一收了，水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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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然后吃把东西都吃一吃，好饱了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我们准备进去这个深山，它现在是在寒星平原，我现在在寒星平原的话，这边的等级是20等到30等，那我进去的话会遇到什么怪啊？会不会比如说是像上一次什么40等到50等的？然后前面有个树人哎、欸。树人你好，这个树人几等啊？哦，才那个，不要被他打到，所以我要尽可能走位，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就不会被他打到了。OK， 好，他应该都是一些木头、啊，对、啊，一些原木而已啊。那我继续，我可能就暂时不要。那种怪物还是不要打他好了，不然要打他有点费力耶。哦，那个，我那个跑图的时候是跑图的时候那个吗？然后跑进来，为什么我这地图这边还是那个白色雾状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泥土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怪，我这边有怪，应该不会打我吧？然后这边。OK， 跑进来。
画我的银装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各位看一下我的银装，哎、欸，有刚好有怪在追我，各位看一下我银装，它会发光、欸，哎，它会发光，哇，金光闪闪。然后，哎、欸，前面我看到地图这边好像有个东西、欸，哎，现在有个东西在那边，我去看，找，去那边玩一下，应该不会有其他玩家很白目攻击我吧？还是说这附近有危险玩家？看一下，这附近有危险玩家吗？有危险玩家吗？好像没有。我开和平模式应该不会被打吧？请问一下，谁可以帮我解惑一下？我开和平模式还会被打吗？哦，可以隔，可以隔。跑脱好像跑脱是会可以隔。然后这边，哇塞，这边就是一整个大平原啊！然后前面有东西吗？这前面还没跑出来吗？哎呦呦呦，前面有东西！然后这边是，这边全都是那个怪物都一样哎、欸，怪物都差不多，就那什么蜥蜴啊，还有那个熊啊什么的。这边的矿物一样是银矿，那我再进去一点，深入一点好了。哎，这边就到。哦，这边到就到达三十，哇塞，这边就是三十等到四十等，那我打这个怪会怎样？哦，有怪过来，好，来吧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对，你们打怪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子打，给他转圈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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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打死了。好危险，没有野味肉块，这个是我需要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嘛，这边就是三十等到四十等，哇，会不会这边会不会饿极生悲？然后突然之间被打死啊？然后那边有这个是什么？什么狼？打一只？哦，三十五等，他三十五等哎、欸，我打过吗？我打打看。是哎哎，他跑回来，他跑回去，我再 K 他一下，我打看，喂，给我过来一点，我是要避免引到那一只，另一只，有这样子好，他们的动作够迟钝，点点点，这样点，转圈圈打法，这个就是转圈圈，但他打不到我，喂，喂。哎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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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然后它一样会掉兽皮跟什么野味肉块，好吧？那我想我们这次我要不要在这边练一下等级？我看一下地图的部分嘛，地图的部分好像是我现在人在这里，我继续往南边走好了。我往南边走会遇到什么东西？快晚上了，没关系，晚上我不用怕，哼。这个生态系嘛，这个生态系它好像没有什么水果哎、欸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生态系好像没有什么水果？就没有什么水果类的，全都是一样都是那些蜥蜴，然后还有熊，然后多了几只狼这样子，多一种狼。狼，我看到好多人在厮杀哎，哇塞！我看到很多人在厮杀、欸，所以真的是开 PVP 会那个吗？是我开和平应该不会怎样吧？我再往前走一下好了，再往前走，我记得下面的土地好像比较绿一点哎、欸，对没？对不对？下面的土地好像比较绿。这个声音让我听起来觉得不太妙。哎，那边有人家，我刚才看到那边有一栋房子，会不会有危险玩家？没有危险玩家在附近啊。
还是说大家都已经去比较远一点的地图了？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去比较远的地图了？还好耶，我好像这边，哎，这个牛是怎么牛啊？这个是之前那个牛，牛你好哦，我回到怎么春日丘陵了？那我去一下那个去更远的地方好了，繁星平原，因为这边有那个啊，类似好像雪山的地方吧？这边是雪山吗？这个地区啊，雪山对不对？那我是，我现在肚子很饿。我爸多久有啊？怎么办？哦，他刚刚看了我一下，看三小，大鸡排哦，这个是活动送，哎，官方送的。然后看一下这里，有，我看到前面那一块了。然后我走过去会不会乐极生悲啊？哎，乐极生悲的成语好像不是这样惯用的。我在讲什么屁话？看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矿是什么矿、啊？一样银矿吧，对不对？官药蚯蚓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一样银矿，好吧？银矿我暂时不。哎，等一下按错。这边是什么？然后爬过来这边有什么怪？一样是那些哦，五十等到，靠呀，这边是要50等到60等哦，哇塞！我还是在这边我还是在这寒星平原玩一下好了。然后，天啊，那边要50等到60等，那我肯定打不过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肯定打不过啊。然后这些臭蜥蜴。那我就在这边慢慢的磨好了，我在这边把等级磨起来好了。OK， 那我想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频道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哦。那请分享给你朋友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然后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，各位拜拜。